Surprise! OK, 我说谎。其实我本身很喜欢运动，所以我想要找很多我的好朋友，我想获取他们的运动菜单，所以我要去找一位我在网络上面的网友，他非常的厉害，不要吓到。好啦，为什么我后面会睡一个人？其实我找一个人陪我，他叫做小梅。接下来呢，我就会跟小梅一起去找我这位高雄非常厉害的网友。头发怎么那么乱？风有点大。但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要去见的这一位呢，因为其实我也有点紧张，我跟他也是第一次见面，算是我的网友。你的网友？对，我平常是在网络上面跟他还算有一些讯息上面的来往。哇靠，你跟戴志颖是网友？我跟戴志颖是网友，你跟戴志颖是网友，很意外吗？好像也不是那么意外。是他先传 message 给我的，真的假的？你不要胡乱哦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主要是因为之前我们有办过一次运动会，哦，然后我那时候不就是在跳远的时候，对，跳出了4.8米的成绩。我知道这件事。然后他好像就觉得，好像他觉得很厉害，对，就是他觉得你厉害，对，就是年纪这么大还可以跳这么远，所以他就有说，达哥你好强哦。我想说，哎呦。哎哎，乔在传讯息给我，其实我很兴奋。对对对对在床上，没有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他平常，比赛期间休息地方会做训练的一个场所。哎，你网友，听说啊，你好像有一个称号是艺能界羽球最强。不是，别把我搞那么紧张嘛。毕竟我跟网友是第一次才见面。你看打球真的是很轻松哎，我去看一下。大哥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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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我的网友，他叫小梅。好，我是小梅。你好。今天我们主要来的目的呢，是因为平常都看你在做训练，我们是想要要到很多就是厉害的名人的运动菜单。那既然都来了，我们就先来一场。对，然后先打再说。是他邀请的，来开始。好紧张哦！你要穿外套让我的，对。哎呦！我们现在打几分？我觉得应该7分。打7分？7分。7分会不会太短？因为一下就结束。其实我是可以控制的，但是就是要看你的跑动能力了。我们要打赢世界球后是有点困难。对，其实这不公平。对啊，所以要么就让我们赖皮，要么就是你把高铁票给我们。要怎么赖皮的方式？2-1。我觉得2-1是基本的。嗯。那等一下，如果小戴得过得1分，就再多加一个人进来。可以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稍微暂停。哎，等一下就跟他聊天哦。好。好的，由于刚刚我们的比赛规则，他得分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Q一名。我们的帮手进来，全国双打冠军叶慧珊同学，对，然后可以帮我们稍微排兵布阵一下，我们大概怎么站？那你们俩到外面好。不要这样子，小赖。二零呢？好，我要投死你了。哎呦！他打中我，小梅，小梅，小梅。他这样，我刚刚觉得有点受伤，我又得1分了。3-0，港都杯团体赛冠军小巫同学，欢迎。哇，小梅，你刚才把牌就直接换回你的握牌就不对，转过去的时候你就要压平。
压在那整车的。这样，因为这样你才有那个空间可以这样动，用手腕这样动。原来如此。对。可是你看，原本如果拿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是这样对打空的，而且你一定会打对角，因为你这样出去就是对角。我觉得我好像用手臂的力量这样。对啊，去敲它。哎，我发现小戴其实真的是很谦虚，谦虚，而且他应该就是属于一个那种遇强则强的那种人。对，他今天就是遇到强者。我们的二十宫格一百秒挑战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哦，好准哎！哦，哇，好准哦！哎。哦，哇塞，太准了吧！几乎弹无虚发哎，我的天哪！哦，哇，真的好准啊，真的超准哎！边边，哦，哎，打中的吧？哇，好准哦！还有50秒，50秒，还有一半时间，绰绰有余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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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一半，已经一半去了，超准！看我们看到好像有点。体力下趋势哦，没有，他在休息，已经打中了。现在瞄最哦最远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哎，15秒，哎，都其实都有中。哦哦五四二一，哦，压线。我们要作证，我们裁判要公平。他其实刚好几个都已经中了，但是可能我们粘得太紧，真的很强，真的很强。那我们要挑战吗？我觉得是不是就不用？换达哥，100秒20宫格挑战开始，开始，加油！哎呦，喂，哇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可以呢，准度很高呢，哇！哎，真的。哎，其实是4号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4号算了，还输还差，很厉害，就是应该要喘一下。刚再喘一下，有有吗？我到后来我就可以体验到那种缺氧的感觉，不知道怎么瞄准的感觉。好了，我们该做的挑战其实应该都挑战完了吧？应该没有了吧？对，那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要来请教小戴的健身菜单。就我平常就是练习之外，比较建议在做一些简单训练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需要请到教练来带我们吗？不可能，我带你们。好，我专业刚过了。OK， 欢迎教练团，今天欢迎四位教练。哇，我先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教练，他叫赖建成，
然后这一位也是教练，他叫万嘉欣。教练好，教练。对，这一位是我的防护员，他叫王思平。教练好，教练好。这是我的体能训练师，他叫范赞宇。哎，我听说有一位教练是跟着你就是十年。哎，赖教练，对对对，教练，你有没有一些你们比赛的小有趣的事情？有一次是我们在中谷比赛，平常我们十一分，我都会比如说上去跟他指导的时候会拿冰块，就是把它降温。而且那次因为环境真的是太差，他说我的冰块呢，我的冰块呢，我想说，他说对方是不是变快了？哦，对，没有错啊，对手真的是有变快了。你最后拿到冰块吗？下一个休息。冰块听成变快，但是我必须要澄清一下，对手变快跟冰块这两件事都是事实的，对手也真的变快了。对，教练要澄清，教练想凹。那待会训练会请班教练来协助我们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动作是龙蚂蚁的背部伸展。龙蚂蚁，为什么你看到龙蚂蚁这么开心？没有开心了。那像羽球选手，他们平常比如说要打比较高的球或是要杀球的时候，他们其实要用到很多我们叫做背侧的肌肉，要把背部做延伸伸展，可以做比较多接下来击球的发力的部分，所以背侧的训练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达哥是要试一下啦，十公斤太沉重了。不是不是，对对对，我是说十公斤差不多。而且其实确定核心有收稳之后，我们先慢慢的帮身体往下去抓住这个十公斤的杠片。十公斤其实蛮重的，对啊，抱超级重。不然如果你的手是伸直的话，其实手的训练就会变多了，我们让它贴近身体。好，身体慢慢的往前往下，好，上来，用屁股跟下背。那平常的话，我们的练习的话，我通常会做10到12下，那重复的做3到4组，下去几秒，上来就几秒，那维持在你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就好。有些人很会做很快用甩的，那那个力量都会集中在你的腰椎。赶快下，对，你怎么加速吧？加速吧，赶快离开，因为我觉得我感受到有感受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第二个动作，壶铃单脚硬举。来，我们右手拿哑铃，我们待会先做左脚，对，因为我们平常比如说他左脚是主要的支撑脚，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单脚动作我们会以左脚为主。我们膝盖微弯，膝盖一点点微弯，对，那也不要弯太多。身体一样，跟刚刚罗马一样，维持直立，直直的像跷跷板一样往前倒。对，让壶铃尽可能接近地面，但是又不要碰到地面。好，拉起来的时候用你的屁股、大腿后面发力。好了，换好，他做好。放他这样会做几组？我们通常组数都会让他做到3到4组。3到4组，对 对。然后一次是10到10下。10到12下。对，然后如果我们有时候用比较重的，比如说有时候用12公斤的话，就会做到8下。都要来体验的。对嘛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拿小戴的菜单。左脚单脚站。微弯，对，一点点微弯。好，那上半身稳定，核心稳定，身体慢慢的往前，想象你要把这个壶铃放到地上的感觉，越放越接近地面。对，膝盖不能再弯更多喽，膝盖朝脚尖的方接近地面，接近地面，你不想接受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人突然变这么严格？拉起来，起来，屁股发力，大腿后面发力，拉回来，稳定。那这个动作会跟我们在羽毛救球的时候很像，比如说他今天要救一个很远的球出去之后，他用后撤力量可以再拉回来。如果他是在往前的一个球，他下去之后，他可以把自己身体很快拉回来。哦，那所以如果一般人练这个动作的话，可能突然间有什么东西掉，我就不会对。对，给一个箭步这样。那我们这个动作的话，它其实主要就是要靠我们的大腿后侧、腿后肌群，还有我们的臀肌来把身体拉回来。所以主要训练肌群是这样。所以可以翘臀吗？可以，对。对，所以你拉回来，就听到重点了。对，也可以翘臀，可以练。那第三个，我们做哑铃单臂划船。那我们会站弓箭步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。那因为我们要训练到的是肩胛骨附近的比较偏上背的肌群，所以待会我们站的时候，我们会请小戴的身体稍微微微的像这样一样前倾，对，那所以前面的地方上让它稍微扶着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做一次，手肘往上，对，肩胛骨夹，好，慢慢的放回去，控制住，再一次往上，慢慢放回去，好，休息，OK 吗？
OK， 那应该轻松了。大概是几组啊？那也是三到四组。我们平常也会做三到四组，那十组的话，我大概会做到十下左右。那重量的部分，我在平常做的时候会比这个再重一点点。那现在目前应该已经有进步到20磅左右了。20磅。棒哇，大概10公斤左右。我刚吓一跳，我想说20，哇，那个背很壮啊，那个背，我觉得8公斤有点重。不是应该换这个吗？对啊，我可以坐在这里。你坐在这里只是让椅子稳一点。好，想象你的手肘是往上，那如果往上带更多的感觉的话，应该往上往内一点点，对，斜上方的感觉，往内夹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大家平常最喜欢拿的东西应该就是手机了吧？所以拿手机的时候，你的肩膀一定会是这样子，比较圆肩。对，所以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动作就是要去训练肩胛骨后侧的肌群，会变成是它拉回来的位置。那今天主要就是介绍我的训练菜单，就是以这三样为主。像这些器材比较像是要再去健身房才可以获得。对，那如果今天想要在家里面就做到一些类似这样的动作，有，我有可以推荐的产品。这个是我代言的产品 Johnson & Mirror。 小戴，你在骗我吧？我早上真的是坐在这个镜子前面梳化的。你没有突然觉得自己现在头发像炭治郎吗？那我们就一起体验看看吧。好，它里面可以选择很多的线上课程，然后会有人带着你做，像这个 App 里面就有很多课程可以选做选择，然后我自己的课程有两个，我来体验一下。哎呦，羽球有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，你好。今天做的很好。不错，还可以。哦，侧弓箭步。这个，完了。好，这个小戴的米字步伐，三四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你真的是来匆匆去匆匆。那我刚刚觉得比较厉害的是，这个居然可以教打羽球。对啊，哎，但我刚刚看这个镜子，我发现它有个地方跟我手机长得很像，这是镜头吗？对，这个健身魔镜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动态感知的功能。动态，所以说，所以它上面真的是一个感应器。所以我们会像打电动一样，它会知道我们在前面这样子的整个形态。那我们试试看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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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开始喽。它荧幕上现在有出现的动态感知圆圈，对。好，开始准备，前手 go and jump cross 四个，一二，它有准确率 cross， 非常好，准备再一手。它前面一直有提示你，右臂水准挥出，代表你挥得很好。它真的流汗嘞。哎，那第三场我就打这你直接来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来准备再一次哦。Jump， jump， hook， hook。哎呦，来了90，哎呦100呢，哎，注意，注意，多一点。注意什么？注意力啊！注意力哦，是的。喂，很香哦。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希望今天的基本拳法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了解拳击有氧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刚做，我觉得最直接的感受是，他都知道你在哪里快要不行了，他就会再跟你讲一句话，加油，加油。我觉得他都知道什么时候你快要放弃了，好厉害哦。你确定吗？哇靠！那个时候就还没在那个全力，对，知道你的心率之外，他可能还会知道你的想法。这个 Johnson & Mirror 里面除了有我的影片之外，还有乔山教练的专属影片，还有跟很多国外的 Cyber Rubics 的教练合作的影片，里面有很多哇的课程可以去做选择。所以他这个课程也是会不定时的更新就对了。那真的很棒。我觉得你们刚刚看起来都是蛮喜欢的，今天这个镜子就送给你们了。真的假的？让你们可以在家多运动，运动有益身体健康。真的。好了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就是我们得到小戴的健身菜单之外，他还送了我们他的 Johnson & Mirror 的代言品，好喜欢，还有他的球拍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去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追踪我们所有人的 IG 哦。谢谢大家。OK， 拜拜。